卑之地，想进去可不大容易。我们看上官林凤怎么样进龙门客栈。再看看石俊怎么样进龙门客栈。下次还在人前卖弄，放手！嗨！哎呦！人不可貌相，看你的样子不像个有功夫的人。对，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个太监。放肆！这位总旗看一看。再这样没完没了，我可不客气了。